只要一步骤，轻松踏入股海，有操作的方法，就有获利的能力，就有下一支。加入大户罗盘筹码动能唯一官方账号。筹码动足先机，动能掌握极限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宗霖，欢迎收看今天筹码动能大户罗盘的盘后解盘视频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盘，大盘今天中场下跌274点，然后连续下跌2.28点。昨天大涨哦，大涨快500点，就今天吐了一半。同学，基本上哦，我相信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，这个指数哦，你不要把指数看得太重要，你要去看这个结构的部分。那今天又收盘又掉到20000点之下嘛，19857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19857其实对于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来说，如果说你把它综合来看的话，其实就怎么样？其实就是它20000点附近哦，它要开始做整理啊，没错吧？就是20000附近，如果说以目前来看的话，就是在那边做整理的，洗来洗去啊，20000点有时候站上，有时候站下，但是你说这个要大幅下跌，哎，机会不太大了。不过我请问你哦。今天下跌274点，请问你今天的体感是怎么样？哦，你今天的体感啊，你是觉得哇，今天哇，大跌500点的感觉，还是跌274点？哎，怎么没什么太大感觉？那、啊、到底你是哪一种？同学，基本上哦，我个人认为你要去看体感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直跟他说结构了。那这个是 OTC 啊 ，OTC 做你看到的，不要做你想象的嘛，它本来就是。啊、就破季线啊，那破季线不是反弹而已嘛、哦、破季线的反弹啊，都月季线也没站上去，月线也没站上去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、哦、它都是防守格局啦，防守格局基本上就是结构了，就是结构要先把人气维持住、哦、没有错吧，对，不然你跟我说这是什么攻击盘啊，快市啊，每天都在涨停板啊，这不是嘛，这不是，所以它是一个防守格局。那如果说你看这个大盘的话、哦、大盘的话也是的，也是啊，就是月线在这边嘛，你月线下怎么会是多头？月线下基本上防守盘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就这部分，我认为就是你平心看待就可以了，就第一个部分了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来讲几个东西啊，还是一样、啊，盘今天不太好，兵荒马乱的过程中，一样，请你的心情放轻松、哦、放轻松啊，就整理盘而已啦，整理盘，那再怎么样，再就个股表现嘛，个股表现看的是什么？指数性止跌还是结构性止跌？哦、指数性目前来看哦。应该就是20000点附近的整理盘，再怎么样，再就是要用结构来维系人气，维系人气。所以就是月线期间的整理，然后呢，主轴在什么地方？同学，你要去看现在的主轴在哪里的啊？就当然第一个趋势股基本上它一定要以主在那维系人气的趋势股啦 ，AI 基本上趋势股啦 ，AI 基本上趋势股啦。那当然 AI 昨天今天会大跌，主要就是有 AI 的一些乱流，对不对？同学，其实那我也不太认为那是乱流。就是 Meta 的部分嘛 ，Meta 当然展望不是很好，不过它持续的加大这个 AI 部分的那个资本支出哦，哎，我觉得很好啊，那哪里不好啊？不知道现在上半年本来就是在什么，在加大资本支出啊，那这些什么云端伺服器厂，或者说我们这些的代工厂，真的大出货或者大爆发，基本上、啊、不是都是年底啊？不然我问你 ，V200 是什么时候出 ？V200、GB200、啊、不是年底出吗？又不是现在，现在还在出什么 H100 啦？哎呦，我靠嘞！好不好？所以就是短线上哦，就是有一些哦 AI 的一些杂音什么的，就让这个节奏有点乱了。但是呢，还是一样，你操作的时候你要做这个相对大盘强，大盘在季线这边呐、啊。所以你要找这个相对大盘强，然后故事人在，还是找这一组。同学，不管大盘怎么样，你都是找这一组，好不好？大盘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找相对大盘强的。你买股票就是买强势股，好不好？就是要买强势股，买有故事性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。需求畅旺，西系楼双雄目标价升，高盛看好 AI 伺服器，还有800G交换器，助攻获利。台药、台光电上看280与605元。哦，这今天的新闻呐、啊，而且台光电我没有了，我有什么？我有台药啊，没错吧？台药，我相信我们今年，你看我节目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台药今年讲、哦、应该攻就固啊呢。啊，对不对？从这边嘛，之前在那边没涨，在那边一副死样子的时候，在160、150这边，对，跟他说可以玩。我像我们那时候讲过，对，我也对，在那个什么东森啊、三立啊，我都有去放生过。然后呢，再涨200块，200块，我说我没有了嘛，对，啊低赚就200块啊，
他们是第一阶段是200到200+，对，从150、160弄到200块，200块，对不对？200块要出掉，出掉，掉下去，我们再来，没错吧？之前的不要讲了啦，好不好？就是从掉下去之后，我们说，掉下去又可以玩了，不能说又可以玩啦，机会又来了啦。为什么？几套发 CB 啦，发 CB 哦，公司想要自己收啦。因为公司掌握这么好，发 CB 当然是要想要自己收嘛。想要自己收的话，你价格要压低嘛。所以价格要压低，这个压下来是干嘛？啊，这天还搞到这天盘中还有跌停板呢，就是要把价格压下来嘛。啊，把价格压下来，它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利空吗？没有嘛，有利空是台光电嘛，不是斗三集团嘛。但是斗三集团，同学，如果说你去看那个斗三的那个股价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有去 Google 稍微看一下，就他现在 Google 查起来没有他的 K 线的，就是有他的走势没他的 K 线，但是反而他就最近就往下掉了，对了。之前是不是台光电说被斗三抢单？好，没错吧？台光电被斗三抢单，然后台光电掉下来。其实台光电的线型目前还是他那个线型我还是不太喜欢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我们筹码动能嘛，筹码没问题就看动能，看线型漂不漂亮嘛。对啊，如果说你用台药来看的话，因为它这一段什么？这一段是发 CB 把股价压下来，发 CB 把股价压下来的话，以目前来看怎么样？哦，就是反弹到那个月线这边。那反到月线这边，其实投信怎么样？投信基本上没什么出哎，这两天又在加码，又在加码的话，对，然后高盛又在调高那个获利。如果说以今年哦，他写今年怎么样？快10块嘛，对不对？他写今年这口气好像有，他这边有讲哦，就今年快10块的部分。快十块的部分就是9.97啊，我9.97，就这边啦，这边啦，对，外资估算嘛，2024就今年嘛，对，9.96啦，叫前年报这两倍以上，2025、2026、2026不见放缓 ，EPS 是14.25跟17.95。同学，你眼光如果看长一点的话，不管说是用明年还是用后年这个 EPS 下去算的话，现在本益比很低耶，超低的呢。那超低的，因为要发息率把它压下来，发息率把它压下来你就怎么样？你持股基本上不用，你也不用怎么理它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不用去调整它啦，因为搞不好，应该说啦，今天是不是跌5毛钱，对不对？同学，就像我刚才一开始问你的嘛，今天大跌270点，就股票只跌5毛钱，那个跟你到底你的体感到底怎么样？而且盘中大部分都是涨的，对不对？最高是它盘中很多时间都是红盘嘛，为什么尾盘会稍微压一下变跌0.5？它 CB 定价今天最后一天的，哎呦！你听我说 ，CB 还没定价完呢、啊，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、啊，所以压下来是很正常的事啊。这修得起来，你是闹啥、啊？对，就是价格，你是大股东，你希望定在天上啊，当然是希望定低一点嘛。对，有多低？对，不能太低啊，但是定低一点啊。所以就是 CB 在定价了，好不好？定完金好像是今天最后一天，所以就这部分我认为没什么问题。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斗三，对不对？斗三之前的确是抢到台光电的单，没有错了，没有错了。但是呢，最近业界有传出啊，斗三良率实在太烂，斗三良率很差啊。啊，斗三良率很差的话，那请问如果你是辉达该怎么办？啊，我单子给你，就良率太差了，啊，良率太差，啊，我当然就是台光电跟台药，我再多打一点啊，不是吗？就现在好像是说，好像斗三这边只给他10%的份额啊，良率修败啊，然后你10%了啊，其他的斗三那边抽出来的份额再往台药跟台光电送啊。没错吧？但是、欸、台光电 B100G200 它真的还没过哎、欸，啊对不对？啊就是没过才股价之前股价在摔下来啊！啊台药有没有过？台药不是一直以来都有过的吗？啊台药有那个什么 GB200B200 没过的问题吗？没有嘛，所以台光电没有过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没有过，单子在斗三那边，就斗三天良率太差，单子要出啊，单子出来要么都台光电，要么台药，对，就只有这几家可以选嘛，而且台光电还没认证过，而、啊、且所以单子可能在哪边？但是可能就抬到这里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后面没什么问题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还是一样啊，相对大盘强啦，大盘跌两百多点就跌个5毛钱，这个就交代一下，然后就那个 CB 定价的问题，所以我认为就是一样啊，持续看好它啦，好不好？再来呢，再来设备股嘛，设备股，同学你不要说我没跟你讲，像这红树，但它比较贵啦，好不好？你资金够的，我相信、啊、那个 VIP 会员。VIP 学员欢迎你啦，只能这样讲。你看这个红树，对，1000多掉到950，啊，刚好要进，应该不要进吧？这第四季不是要出那个吗？美光 HBN 订单吗？同学有时候操作股票，你看得到未来，你才有未来啊，你懂什么？你看得到未来，你才有未来啊，干不起，你看得到未来嘛？就人家已经写给你看啦，9.9啊，14.25啊，17.95啊，你看得到未来，你就有未来嘛。
那像这个，我也跟大家说过啊，第四季要出美光 HBM 嘛，不是吗？税的税一千这边有一千以下，应该是可以买吧？啊，我相信我在那个短线法宝，我也是跟学员讲啊，我知道短线法宝一定有那种大资金的啦，很有钱的啦，对，可能在外面被别老师骗怕了，对，先用短线法宝试试水温，这个我都知道，对，就是这个啊，不是就一千以下，一千以下你可以买嘛。干不是啊？这设备股这些，这投信的买给你看一些，干不是？昨天涨停板嘛，1045嘛，今天拉大跌270几点，靠腰那个 key，就是个 key，好不好？就是还在涨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让它一根推出去，这个一根不小心推出去，哇，变什么呀？变关键 K 线重新开始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推出去就是创新高啦，然后投信卡在里面，这种哦，同学，投信其实有两种。这种是你看得到的，它还有一种是代抄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种代抄的在拱你是看不到的，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。投信你可以看得到是那些哦，就是明的投信哦，但是投信有一部分是你看不到，就暗的投信，暗的基本上就是代抄那边，代抄是秘密的，它不用公布。那买的股票有时候跟他们是很类似的哦，有时候跟他们类似的，因为很多都学长学弟啦，哎，买股票大家都差不多啦，哎，好的公司的那几间啊，你也是有假的哦。你懂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如果推出去的话，搞不好怎么样？搞不好按的头信就进来了，进来的话就第四季就美光 HBM 嘛，好不好？当然这个我知道，那比较贵啦，这一张就100多万了嘛。有些人压力可能比较大啦，比较大的话看这个，看这两只嘛，比较便宜的啦，穆德星云啊，好不好？我的话先看穆德啦，为什么？穆德基本那个星云基本上它机台算是比较多是代理的啦，它毛利就30几%啦。穆德这边哦，机台很多都是跟日月光在合作，在自制的嘛，穆德它的毛利你去看嘛，接近50%嘛，所以一个这个毛利50%，这个30几%，那其实是代理的，当然都是 CoWAS 相关的概念股啦。那 CoWAS 相关概念股的话，啊，封测这边啊 ，CoWAS 这边除了台积电以外，就是日月光是最大嘛。啊，日月光最大的话，对，你看这个那时候也是掉下来讲的啊，对，423那时候掉下来讲的啊，再来它就拉上去了嘛，干不起。对，你看这时候穆德多少？38几哎、欸。啊，对不对？我那天有没有发 call 讯？哦，发 call 讯，冠军跟特别学员，我那天是不是有发 call 讯跟你们说，380到300这边你是可以下去买的，应该有吧？啊，刚才有啊，对不？掉下来就是卖嘛，就是啊。今天多少？对吧？今天400多了，跌一趴了，可不可以了？跌了4块多了，跌一趴了，盘中也是翻红了。在这边呢，你看这个哦。它在月线这边，这个在月线下面一点点，其实这两次都是相对大盘强，但是你看这个捞上去月线的呢，啊，捞上月线的呢，啊，捞上月线的话，一四七月都各有机台认证，一月过了，四月也过了，现在剩七月的，七月如果过的话，这个机台下半年开始出，对不对？下半年开始出，甚至明年开始出，3台机台，一台机台过一台机台 ，EPS 就多10到15，所以明年呢，反而是不是估35到40？35到40的 EPS， 目前股价才400出头，日月光每年是600亿的资本支出，600亿资本支出10%拿来买机台。哇，买机台，所以他被改谈嘛，被改谈的话，10%每年就60亿，去年他营收才10几亿而已，所以未来的营收怎么样？未来营收基本上哪有什么问题？所以为什么投信你昨天也在敲，就是这个这逻辑啦，看得到未来你就有未来啦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啦，最新的啦，微凸快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日月光在这里嘛，日月光23%嘛，对啊，去年不是17亿。17亿啊，600亿，60亿嘛，60亿好了，再跟东东打折一点，有的没有的，给万润分一点什么的，起码也比这个高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我认为还是一样，回到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啦。大盘在跌，寻找什么比大盘强的？那，啊，为什么这些股票在大盘跌的时候就跌那么一点点，就相对很抗跌，甚至前天掉下去，那个也没前天低点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再来啊，大同啦。台东啦，台东是要讲啥啦？台东要免讲啊，台东免讲啊吧？跟他们是 key 吗？啊，大同啊，你不要说我没告诉你，对我都有告诉你吧？啊，大同啊，大同今天是不是涨的？好像是吧？要不要自己去看一下大同啊？所以这我们昨天的节目的这些股票对不对？啊，今天跌200多点，你验证一下的话，就哪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没什么问题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今天这次有跌啦，有跌，我认为机会就是来了啦。好不好？有跌机会就是来了啦，这种后面应该是会上去的啦。殖利率6%多哎，啊，殖利率啊，目前殖利率啊，未来每年基本上应该都可以赚一个股本哎，未来5年啊，
去年赚一个股本，未来五年基本上也可以都平均应该都可以赚到一个股本，股价没涨到。对，短线客今天应该有出一点的，短线客出一点的话，就短线客出掉，就基本上就是洗一洗，应该就往上，好不好？有兴趣一起来赚钱的，可以啊，一六八了，我们要持续开放，大家一起发，一路发一六八专案，好不好？就差不多这部分。好，我们做个简单的结论，同学，我相信就指数啊，但指数今天不美丽啊。不过指数今天不美丽，请问你今天的心情美不美丽？好像影响有限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影响有限？你是做股票还是做指数？做股票跟做指数，指数大跌，对，但是你要看你的体感，就是你看你的持股状况怎么样。如果说你持股状况哇，大家都很累的，那当然是选股有问题嘛。但如果说指数大跌，股票没什么影响，我还在赚钱的，那就怎么样？但是表示说你的绩效是比大盘好的嘛？那绩效比大盘好，这不是我们来股票市场要做的事情吗？啊，难道我是来做股票？那看指数的啊，指数大跌，我今天没行情的，皮蛋啊！指数大跌就是赶快找什么看有什么比较好的股票，对，能捡便宜赶快捡便宜的，不能捡便宜再冲的就赶快追的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就把这些强的股票找出来啊，操作方法，有操作方法就我会就有下一支，好不好？我们短线法宝一样哦。或者说168都持续的哦，欢迎各位同学加入，好不好？好，喜欢分析的话可以点个订阅，按下小铃铛。我们节目可以选第一时间推播通知。我今天会分享这边筹码动足先机都能掌握之前，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